雄伟，景色艳美。是啊，此地地势险峻，只需一个中队驻守，万夫莫开。哟，太监来了，里边请。应请。老板，我们到这里看看是吧？打扰了。欢迎欢迎，太君，您请坐。不知道太君想找什么书啊？老板，你们店中有没有那种中国古代的建筑书？宋朝的、明朝的都好。哎呦，您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古籍，那可是宝贝啊。我这店里没有。不过，要是价钱合适的话，我倒是能帮您找到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可以找到？小伙计，今年多大了？二十出头。成亲了吗？没了。这些个古籍啊，如果能随便能找到，那就不叫宝贝了。您说呢？老板，你们尽力去找，钱不是问题。啊，明白。你们找到以后，我会派人来询问的。明白吗？知道知道。教授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老板，请一定找到，一定尽力，一定尽力。啊，慢走。老板贵姓？啊，免贵姓谭。谭老板。啊，不敢不敢。再会。啊，太君慢走啊。刚才跟着龟田八郎来的有一个日本军官，很生疏，没见过，但是龟田八郎管他叫教授，不知道是谁。应该是自三五郎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要找一本古代建筑书籍，应该是他。自三五郎的工厂。老谭，你可来了。这么急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根据情报，自三五郎确实到了灵丘。哦，我草拟了一个诱捕他的计划。你过宫。好，好。
份计划，我马上向上级汇报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缺一个重要的环节。你是说古代建筑书籍？哎，对对对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你又捂不了这个四三五了。这事儿我来想办法。我作为书店的老板，去找这种古迹，不会引起怀疑。嗯。可问题是，四三五郎是个高手，一般的书籍还诱惑不了他。好大的一个洞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魏天君，我现在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这个洞本来是个天然的山洞，后来军部秘密征集了大批军火，对其进行扩大挖深，本来是想当做弹药库的，但是平型关我军吃了大亏，八路军又在晋察冀开辟了根据地，对我们很不利啊。所以军部把我调来秘密扩建此洞，让它必须可以装载化学和细菌武器，以便在屠龙计划当中发挥它的作用，彻底铲除晋察冀的有生力量。原来是这样，以前我一直不解，教授是帝国的骄傲，为何偏偏来到灵丘这个小城？现在我全明白了，就是因为这个洞。这个洞就叫做黑龙洞，有了它，晋察冀根据地插翅难逃。但是这改建工程只用这些劳工不行，必须要用工程兵。为了保密起见，这些劳工必须死。还有，凡是知道黑龙洞秘密的人都得死，以绝后患。你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快点，哥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新风景又不见了，我的手枪还有几个手榴弹都不见了，你愣着干啥呀？快说呀！啊，说啥呀？到底咋回事？我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就被谁打晕了，然后就躺在他床上，真不知道。你咋会躺到他床上？你躺到他的床上？你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要不我能骗你吗？我能骗你吗？你好好说，知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不可能啊！我们下山的路都有岗哨，咋会走的？不知道。难道他飞了？他肯定进城找龟田八郎报仇去了。下山，找。狗剩。啊。狗剩。哎。司令。你姐要是下山了，肯定是你跟他串通的。我这次没有。你现在就给我撒开腿，就往灵丘城方向给我追，追不回来我就宰了你。司令，快点！哎哎，跑，快跑！像狗一样快，快跑！快跑！
快点！排长，平行寨的人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对，走，跟他们去看看。新凤没了吗？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害死我父母，害死我弟弟，我今天要杀了你！是韦村长带去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还狡辩！明明有人看见你带着鬼子去我家。朱道，咱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居然现在成汉奸了！我今天要不杀了你，我都对不起我父母。我拼了命也想救苏婶，但是现场真的没有机会。你胡说八道！媳妇儿，你想想，除了我还有谁能厚葬你父母？你想想，是你葬的我父母。你杀了我，你后悔一辈子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人？是谁带鬼子去我家的？韦村长。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小胖已经把他控制了。我现在就要见他，带我去，马上。大爷，日本人找你。哎，朱道，这哎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这事肯定跟你没关系。我真的没骗你，我骗你，我是王八。管家，我马上就到。媳妇儿，你放开我！我现在必须得出去，要不然你走不了。现在从后门出去，改天我领你把这事儿办了，行吗？你要是敢再骗我，哎，后门，都没来了呀？吃我的，吃我的，来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漂亮，你们几位美人。别乱动！你们别来啊！你干什么呢？你挂干啥呀？你是干啥的？有人举报你是土匪，跟我到局里把这说清楚。等等！哟，黄队长，这么巧啊！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人，兵爷们，把他给我带走。站住！有点不懂规矩了。这吃肉也分个先来后到。什么破规矩？什么先来后到啊？谁抓着是谁的？抓！别敢动！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来横的？不敢，不敢。渡边队长打电话让我抓的。哎，这又不对了。我是接长。渡边队长要通知，也应该通知我呀。那你也别忘了，这也是我们特务队的管辖范围。老子是灵丘城八条街的堂堂大街长。你是不是有点不分大小啊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气大伤身。周道，别假公济私啊。说来听听。笑话。一个靠卖老婆做交易的人，也懂什么叫假公济私？小子，说谁呢？没听清。说你，卖老婆。他们再说一遍。放肆。把枪放下。
可。黄队长，这可是我的地头，看看你这几票兄弟在这儿动起手来，我拿人堆都堆死你。再说若他真是土匪跑了的话，我保证龟田中佐一定拿你试问，信吗？把他带回局里。是。哎，这几位姑娘都有通匪的可能，把他们都带到百灵俱乐部，一定要好好审讯。走，走，让。终于找到你了。咋？还想跑？还想找龟田八郎报仇？我当然要报，而且你还得帮我报。好啊，这就对了。我们专干打鬼子的事儿。只要你做了我的压寨夫人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新凤姐，跟我们回去吧。白大夫，这是您让我采购的药物。谢谢您，林采购，坐。抓住了？抓住了。为了争这块肉，黄跟猪差点火拼起来。不过抓他不是目的，我想我要充分利用这个人，将来把他安在平行寨，作为我们的定时炸弹，随时让他引爆。去吧。感谢龟田君。王八蛋主道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讲，当街长呢？咋了？咋了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你倒是说事儿啊！他就是一条狗，净给我抢食吃。今天要是我抓着那几个混蛋，
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可惜。当家的。当家的，俺求你件事儿呗。说啊。之前有一对鬼子上俺妹妹家里边抢走了铜瓢、铜盆，还有一条老布裤子，你帮俺要回来吗？一条老破裤子还要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忍了吧啊！别惹日本人不高兴。你看你这怂样儿，一点都不爷们儿。你不帮俺要啊，俺自己想办法。你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没办法，你有办法啊？真是的，一点都不像个男人。你看人家松山，比你男人多了。啥意思？你看上松山了是不是？啊，他比我男人，他比我有本事。他有本事，让他提拔提拔我，也让我当个机长。我要是当机长，我比他男人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我当机长，我比他强。行，那这事儿你得求俺。你求啊！求你，求你管什么用啊？那得真诚一点。倒酒。倒酒。我要是当机长，别说给你倒酒了，倒什么都行。夜壶你也倒啊？倒，天天都给你倒。风水轮流转呢，今天也轮到你求俺一回。行，那我就去跟松山说一说，让你。就必须在他们砍下你们的头颅之前，用刺刀狠狠地插进他们的心脏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大点声。明白。继续。
左边军，送到大家。左边军辛苦了。左边军，右边军英勇威武，但是为什么不用脑想一想，我们的训练方式可不可以改变一种方式呢？哥，都过去这么久了还不来？老二就他娘的一个风流鬼，他快活起来哪还知道回来。乌合之众。我可从来没有鬼混过。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我跟你发誓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二哥被抓了。啊！大哥，哎，你喝点水呗。啊，给。凉。我让你沏茶，你给我倒杯水干啥？没热水了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。大哥，昨天抓回来那个人，那嘴比煮熟的鸭子还硬，硬说自己是商人。不是你这脑子天天想什么呢？商人的骨头有这么硬吗？那要不上哪去？那火烙铁一上，保管堆能嘴断的话。行了，先别打了，要多动脑力，少动武力，明白吗？没事。哎，小大哥，别动！哎哎，兄弟，别动，有话好说。这别动，别动！哎呦！哎呀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有话好说啊！我平行寨的兄弟呢？平行寨的人，我没动平行寨的人啊。春燕楼的人不是你抓的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日本人接到密报，说春燕楼有土匪，渡边命令我抓人，我不能不去呀。马上把我兄弟放了。大哥，警察局不是我家开的，鬼子说了算，我要这样去放的话，连我都回不来了。你，哎，这样行吗，大哥？明天我走个程序，我装模作样再审他们一遍，证明他们是商人，无罪释放，这样我们都没有麻烦，好吗？我觉得朱道说的有道理，不必急于一时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上午就在这儿，到时候见不到人别怪我不客气。没文化太可怕了。
来了。上级有什么指示？李书记说，警察局根据队首长看了你诱捕四三五郎的计划书，同意你的计划。不过首长提醒你，诱捕四三五郎不能操之过急，因为宪兵队特高科，特别是夜营，对他的保护特别严密。李书记还说，现在部队缺药，尤其是潘西林，他希望咱们搞一点。小鬼子现在对药品控制得非常严，不过慈善医院那儿倒是有可能搞一点。慈善医院的院长罗罗先生对中国人还是蛮同情的，还有一位叫白英的大夫很有可能被争取过来。我转告李书记。小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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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你找我？你死哪儿去了你？那个龟田八郎派人来挑人，我给他挑了几个。龟田要人干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说要点身体好的。昨天抓那人你肯定没挑是吧？我就是把昨天那个给他了，那个又没什么油水，完打死都说自己是商人。小胖，哎，小胖，你是我大哥。这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找松山少佐。哥，快，兄弟，别动手。我的兄弟呢？出了点意外。大哥，我昨天咋跟你说的？我明白，大哥你别激动，你一激动我就紧张。你听我慢慢跟你说行吗？兄弟，你别这样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报告，
谢谢。什么事情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之前有一对日本兵跑到我妹妹家里面抢了一个铜瓢、铜烛台，还有一条老布裤子，你能帮我要回来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怎么敢骗你呢？您是我们的恩人呢。王太太，如果我的属下冒犯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完完全全是个意外。昨天晚上放人屁事都没有，让鬼子练刺刀还能活呢？这要不说这是个意外呢。朱道，你说他们背诵东小河了，龟田八郎也在吗？啊，在，那有一个排的病例，大部分都是新兵。你想袭击他们？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千万不能放过。没把我朋友弄出来，那你就帮个忙，给我们弄几挺机枪。兄弟，走。日本鬼子没配发，手榴弹总有吧？每个人给我们配上五六颗。别说没有，你要说没有，我就把你当汉奸处理。朱道，我爹娘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要给他们报仇的时候你还推三阻四，你是人吗？媳妇儿，我不是不帮忙，这武器弹药日本鬼子管得很严，我真没法弄。想办法。真没法弄啊？真没法弄，那我留着你就没用。哎，大哥，可以试试还是可以想想办法？好，给我弄30颗。20颗。30颗。只能20颗。25颗。成交。大哥，再多我是真没办法了。何愿意帮忙？来了。钟排长，老曹，把枪放下。哎，是这小子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
他一见日本鬼子他就装晕倒，把你爹娘放到前面挡刺刀，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你问他。梁姑娘，是我连累了你们全家，对不起。把手榴弹捆成一捆，我就可以把它变成地雷。另外，咱们与鬼子兵力十分悬殊，所以只能采用偷袭。一击之后，不管成功与否，马上撤退。兄弟，你是啥人？八路军。家乡门前的山。